国家商业的重要性不可言喻，尤其在台东地区更为重要。许多建设推动和税收主要来源来自于商业。台东商业会在史前博物馆召开第21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。哇，这届第一位哈，真的我要感谢大家。首先呢，我们有一句话说哈，国家的坚固强，社会的繁荣靠地方建设。那么地方建设的主要呢是要靠税收，税收的来源呢主要就是靠各位啊，各位商人啊，所以富良宫商人就是建设之母啊，一点不为过啊。大家的邀请啊，对各位的听会啊。咱那个电报跟罗报的部分，但是咱那个会务人员哈，来报告，安尼大家看有啥物爱补充的意见。国家繁荣，人民安居乐业，是美丽的蓝图。人们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，走向国际，商业占一席很重要的位置。东台新闻杜志根报道。